非官上尉潘颖娟遗体找到了，从屏东火速运往台东殡仪馆。大家辛苦了，真的，因为现在能找到就好了啊，我们后面赶快帮潘颖娟好好的送她一程。上个月22号 F51坠海，潘颖娟失联28天，找到的潘教官遗体卡在男人渔港岸边，橘色空军飞行服还完整穿在身上。两架 F51 战机上个月22号下午3:06擦撞坠海，雷达光点消失在旭海外海。飞官罗尚化遗体当天就寻获，之后搜救范围陆续往港仔、九鹏以及南仁渔港，但都只找到残骸以及战机设备。直到4月18号早上7:02，九鹏南仁渔港岩缝边找到着军服的潘教官失踪28天。军方表示，搜救兵力截至上星期，空中兵力出动近150架次，海上近200艘次，水下也有近200人，陆上出动6000多人。前几天风浪较大，增加搜救困难。18号清晨风浪转小，特搜中队下水搜寻，就在潮间带发现橘色飞行服，利用肩章上位关接，确认就是失联28天的飞官潘颖娟。经由救难直升机将遗体运回台东，家属盼了将近1个月，终就还是换来令人心碎的结果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台东综合报道。